时候，我上历史课、政治课，就是我听他讲的内容，我觉得他跟我所这个我父亲给我讲的真正历史的不是吻合的，那我就肯定会产生思考，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的呢？那我爸爸他讲的是那个亲身经历的那么一个历史，是他爷爷经历的一个历史。然后我历史书上它只是一段简单的文字，它给我概括中国的发展史是什么样的。然后政治书上告诉我，我们是公民，我们是有这个公民的权利的。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公民他的权利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去了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越长大越明白，哦，我是不存在有这个公民权利的，我是没有他们所讲的那个人权在的。我并没有选票，我也并没有去发声的权利，我可能都不能忤逆我学校领导的这么一个决策。那这个时候我就很深深的意识到了，就是说这个环境它并不是很适合我们的，并不适合孩子的成长，因为我们从小就被强压了这些东西，很难再去有额外的思考，就是是否是正确的，我们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其实大家都活在谎言里面，活在谎言里面久了之后，人们就会把它当成真的。如果一辈子都是谎言，那我们就会认为谎言是真的。您是不是来到海外读书之后，经过些什么事情让你恍然？国内是有防火墙的，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那我们在国内和国外看到的是两个东西，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哎，哪一个是正确的？是吧？那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和国内这个宣传的新闻报道不是两个东西，那我们肯定有能力去辨别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伪的。经过您这些思考之后，您觉得作为年轻人来说，现在我们的中国哈，尤其我们中国年轻人应该怎么做呢？会有出路吗？其实我是不太有一个乐观想法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被洗脑的太严重了，而且他们活在谎言里面，他们不太能看得到这个真正的太阳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很多怎么说呢？很多的我们年轻一代可能就是娱乐至死，他们不太有自己的想法去思考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明天是什么样的。并且在风控期间，他们想的就是，哎，我在家里出不去了，我太苦恼了，我没有地方去玩，我不可以出去玩了。他们并不会想到我的人生自由，他们并不会想到更高更远的东西。所以我其实还是很悲观的，因为他们的可以思考的这个脑容量太小，他们也看不到外面的东西。而且有些人他们就是觉得，很多人跟我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们觉得共产党的大炮不会对准所有人，他们觉得他们还是安全的。所以我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我在海外我有更安全的环境，我可以为他们发声，所以我来做这个事情。那我希望他们自己也可以去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不正常的，是一个牢笼，希望他们可以这个能够觉醒，能够看到，是我的想法。